这个是016SC 的啊，你调节不了的。这个这边的这个是调上下的，这个调左右的，左右关系的。要是这个调了以后，你关系没动的，你看一下里面这个，这里面那个白色的，白色的有没有脱落？里面那个白色的塑料有没有脱落？或者这个黑色的这个有没有断？这里有没有断？看一下。这个调上下的这里也看一下，这里有没有脱落，这个白色的，可以了。